我的妈呀，这咋还打上呼噜了？你咋还睡呢？老白，老白，嗯，老白，老白，嗯，我昨天跟你说的去东补，我让你早起，你为啥不起来？不是，啊，你没穿衣服是吗？对，让我说，又穿了。我懂，你穿了，我给你五分钟。吃了吗您？啊，欢迎收看这期的吃货请闭眼，我是老白啊。今天在这个地方特别特别的冷，而且很危险啊，全是冰。那我们在这干嘛呢？啊，听说过冬补吧？我们今天也来补一下试一试。今天节目比较特别，不是上来直接就吃啊，不要亲自动手，得一点好吃的，然后中午拿去做一做。现在正在研究在那儿打洞，我看以后有没有机会我也打一下。哎呀，刚才响了一声，不会有危险吧？同志们，这有可能是我最后一期视频啊，所以大家仔细看哦，这真的有可能啊！裂了，裂了！够了，够了，够用了。吃吗？这车走上那棚子里，走吧，走吧，别别别，走吧，什么事儿？雪。快来，快来！哈哈哈哈哈！我还得魔性的笑声，这就是我们盘锦大洼区第一美少女啊，这个西哥。大家好，大家好，吃货请闭眼节目的朋友们，大家好。哎，对，我想透露一下，西哥现在还单身啊，有那什么的，跟节目组联系。东补还是很兴奋的人。搬海豹到了求偶的季节。我靠，又给我下来。中午饭光有一条鱼怎么够呢？我决定再去偷点螃蟹。抓抓抓抓！好的，哎呀，急了！哇，我们的午饭有了，午饭有了，动的，你看还动的，接着钓，接着钓。这期节目有什么福利呢？就是我们会从看我们视频的小伙伴里边选出，哎呀，选出幸运儿送螃蟹，送多少，怎么送，看视频结尾都有。现在螃蟹已经做熟了啊，钓上很辛苦的，看我钓来不少啊。那我们现在在这个地儿的执行总部是吧？对，这原来是一个执行点。对呀。执行的知道是什么吧？上山下乡的。哇，这是上山下乡的。嗯，现在这个地儿改成一个餐厅了，据说他家菜做的还挺好吃的。然后我们把它螃蟹拿过来加工加工，我们稍微尝一尝。这个一看就是我们盘锦的本地螃蟹。为什么呀？道谢共生的螃蟹嘛，这个毛你看特别特别黑。哦，这么南方的螃蟹是没有这么多毛的，这里边是怎么洗都洗不干净的。这个季节你看，特别肥。这个季节会肥吗？公的这个就特别特别肥了，它是要特殊存起来的，就相当于你刚才钓螃蟹那个地方。螃蟹、河蟹、大闸蟹实际上叫法很多，是一个东西。对，一个东西，一个东西。对，哇哦哦哦，好鲜啊，好吃吧？那盘锦螃蟹不错啊。嗯，公河蟹的膏它是粘牙的那个状态。是啊是啊是啊，说特别特别香。怎么样？嗯，南方朋友应该挺幸福的，他们家产这个，北方的
螃蟹就也就是盘锦的螃蟹最出名的，嗯，别这还没听说哪有大批量的螃蟹吃，嗯，南方吃的比较细，一般使什么蟹八件儿是吧，嗯，然后很讲究，但北方人吃的比较豪放，像我们就掰开了，我北方这么吃螃蟹是吧，对啊，这么多贵，嗯，老香了，可我们也没有这么粗，真的，我的太豪放了，嗯，红我们这次来这个点这个菜啊，都是当地朋友啊，这个西哥给我们推荐的。我不知道为什么推荐这个，这个是他们家的特色啊，好吃吗？很鲜啊。我们这是两河水的，渤海和辽河相融的一个水。啊，就是海河，那叫海河啊，两河海河。我们当地人都这么说，就叫两河水。两河水里边的文蛤、啊、特别鲜，肉特别、哦、特别嫩。就它既是淡水又是咸水的。对呀、啊。还是挺鲜的，盐分在1/8到1/20之间。嗯，特专业，特专业。这个是小河虾，这个就是纯河水的了。因为咱们这芦笋荡不是大吗？这个也是我们特色，就特别好吃，哦、是我极力推荐的。但我觉得这虾明显营养不良，太小了。对，我觉得吃对虾吧，它就是最烦恼就是个小，你知道吧？还得摘头，你还得去鳞。不，什么都不用摘，直接就往里吞就行了。行了，就是大口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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咱要这么吃，非得累死我。你这样，不拿筷子，拿这个，这么整、啊，对，也不用这么秀敏，就是直接快就可以了。对，往嘴里送。对，豪爽。对，往嘴里送。吃螃蟹，东北人有点多呀、啊，这一下子。是多点，反正可以吗？你要不分两开吧？两开。别管，单开可以吗？他整 OK 吧？吃的，来小花。给我，来点，分你点。我先尝尝。好吃，有点咸啊。这个虾本身是不咸的，有点咸，但真挺香的。刚才我一直盖着锅盖，大家不知道是什么，现在谜底揭晓，当地一个特色，铁锅炖大鱼。什么鱼？不许说水滴鱼，不是水滴鱼啊，是胖头鱼。看这个发音。放手里面，它喷里边了，哇！而且肉质还非常非常嫩的哦。这也是妹子推荐的哦。其实你为什么默默看着你不吃呢？你挺会吃，我在看你到底要不要蘸汤。等你不蘸的时候，告诉你蘸。我像鱼，我先来。然后是水滴鱼吃自己。其实我们是用勺子捞的。啊，它身子不会是啊？我以为就一个脑袋呢。真好吃。谢谢几个，咱那正好，挺好吃的。吃完的这么豪爽吗？不豪爽，你吃不饱。啊，够了。我1995年的，1895。这都被你们看出来了。我出土文物呗，我。这鱼汤泡饭真挺好吃。这稍微再撒点小葱，我一个没吃的。北京话就没吃的，东北话应该叫啥？老香了，是吧？没毛病，给你个赞，成香老香了，老香没谁，简直没谁。嗯，怎么样？怎么都没有空说话了呢？哪时间说话？来，再来一碗。今天哎呀，快把衣服弄给人弄坏了，赶紧缓卖10块钱一件，就大家过过瘾吧。哎呀，爽了！哎呦，再好出来给睡个觉了。哎，别疼，快起来，还得去玩去呢，快走。不去了，睡会儿觉吧。快点吧，快点吧。老白走，都没事，睡会儿再走呗。那能行吗？玩着什么急啊？